喽，早上好。熬过了10天，又迎来了开放日了。今天呢，可以大吃大喝。这会呢，准备给露露买点早餐上去。其实，在我们住宿的旁边呢，就是各种各样的餐馆。露露要吃小笼包，熟了的吧？熟了。回来啦，快起来。这是露露炼了10天的柚子，看见尝不尝？快，先来一口，露露。先来一口。今天呢天气有点小冷，但是2天前呢是跟教练约好了去千岛湖冲浪去。我们要出发去玩去喽！今天呢是教练带我们去玩水上冲浪板。明天去需要带点勇气啊！是需要点勇气，今天有点冷。秘密基地，这是橘子。哦哟，我们那是4个人过来，队长。室友还有总教练，这个一个人还抬不动的。带他这个腿拉伸一点，不然的话这个你挺容易抽筋的。然后今天这样子啊，我会先下去啊，跟你金晨讲一讲，演示一下这个怎么样啊。OK。对，然后就在这附近就算了，随时我可以跳下去救你啊。哦嘞，准备完毕，看一下，不冷啊？等一会儿掉水里更冷了。我下去游，我得下去先游一圈吧。等一下你也要游一圈。莫大的勇气！3、2、1，哇！确定我可以吗？认真听步骤讲解啊。OK。这手玩是钥匙，在手上插上去，通电有2步。你不直接插上去是控制油门的。第二个这个提上去，然后你上板的话。我该怎么跟你讲呢？你要不先玩一下？我上板跟你上板不一样的，你俩先趴上面，然后速度起来之后，这样。啊、哇！哇哦！这个好酷的呀！先尝试在上面的，它的控制啊，稳定了之后再去跪着控制它，再到这儿，双手抓这里，对啊，你看手怎么用啊？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这样的两对手指勾着，然后慢一点拧，这油门很快的啊。别能不能这样控制它？对。脚往这里面放，就一只脚先塞到这里面呀，不一定要站。但我感觉没多少电了。没事，你就玩到没电就好了。队长，你确定不下来玩吗？水不冷，真不冷。我回来了。要不要我？他快没电了。要不要就不用啊。好了，你自己别划岸边了。耶！可以啊，算是有了舒服的尝试。他不鱼了。那加个电钻的话，今天可能还能起来的。是。多等一会儿。你去换衣服吧。他这里面是装电池的，是不是？对，电池。哦，我手下卡了。哎，你看我那个鞋子掉。今天的天气呢是15度，还好不算特别冷。下水了过后，反而感觉水里有点暖乎乎的，可能是因为爱好吧。心里面整个热血沸腾的，玩的真的很嗨。哎，真的，别你干嘛？你们没感觉到很嗨是不是？好吧，我们回来了。吃香的喝辣的不带我们吗？
等你们瘦了再带你们。我真的是真的很开心，但是它那个方向很难把控，刚开始吧不太熟悉，然后总是会跑偏，特别费力气，现在属于浑身无劲儿，吃点好吃的恢复一下体力。今天可以敞开了吃，露露开心不？还行吧。今天我跟露露呢是两人三菜，两荤一素，满足不？嘴都笑开花了。我们俩解决的挺干净的，现在我的心情都还久久不能平静，我感觉我没玩够。就以前有玩过几次摩托艇，它这种类似于吧，但又会比摩托艇更刺激一些。今天呢因为是第一次玩，还是差了些胆量，因为我游泳的话游得不是很好，我还是比较怕掉到水里过后呛水啊一些状况发生。当然如果说能有机会多玩上两次的话，我相信我第二次应该就能站起来了。就后期它是没电了，如果说有电玩一天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能站起来吧。我现在有点期待下一次玩它，但这边慢慢开始冷起来了，不知道下个开放日还能不能玩。休息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下午还要上课。